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这个行政区的资料清理。第一个就要先把这个区后面取代，让它有区跟逗号。所以滑鼠右键点选地址点二的取代值，然后接下来这边区，然后变成区逗号，一定要多加这个逗号，确定。你可以去看到这个北区，然后检查你的这个区后面有没有一个逗号。那像这个市右边已经有一个逗号了，所以不用管北区、中和区、南屯区，可是还会有这个四湖乡的乡，所以呢，我们又要再把乡后面多加逗号，所以滑鼠右键，然后点选地址点二取代值，然后这边输入乡逗号，然后确定。所以接下来滑鼠右键点选地址点二来去做正的一个转换，所以一样取代值正，然后换成正逗号，然后确定。好，可是刚好这个我的第二笔，它现在这边它就会变成平正逗号是逗号，所以针对如果有正逗号是逗号，我要改成正是逗号。所以滑鼠右键，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选择取代值，然后接下来针对这个正逗号是逗号，所以输入正逗号是逗号，然后取代为正是逗号。好，确定。所以这边又恢复变回来了。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做地址分割，然后去检查到底它行政区切割的对或不对？所以我接下来做地址二，滑鼠右键这边有一个分割资料行，然后要选择的是依照分隔符号，如果您滑鼠右键点选地址点二没有分割资料行，那没关系，就请再转换分割资料行，然后依照什么？依照分隔符号，依分隔符号，然后点选一样是逗号最左边，然后设定好之后呢，好，没问题，点选确定。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行政区。